下一集。他跟我们合并也要冒一定的风险，这种人背景很复杂的，你真的相信他们？我打算 CEO 这个职位呢就由梁赞先生担任。不知道梁先生你在哪间大学毕业呢？我真的火都来了。你也可以上 Togger 随心选看更多《溏心风暴三》的视频。